哎，这是什么？爱的晃晃，玩儿好看，全给他们晃迷糊。往哪边走啊，老公？那边走吗 ？Go！ 哇，好开心！来到了晃晃村，骑自行车感觉怎么样？好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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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开心！早啊，小朋友，早上好！然后一起跑，走，跑，跑起来！好漂亮啊，这个村子。是的，很安静的感觉。那小兔子还挺好看，这墙上那画。是的，这边都喜欢画。对，很文艺。画画。哎，晃晃市集。慢点啊。当时其实是想熟悉一下，到时候带着大家去村民日的时候，就可以很顺畅，不用走错路。你好，高婶儿，你好。老公，你这样一样拿一点，我们带回去给哥哥姐姐们。我们就拿，他就是到哪？高婶，您在晃晃村住了多久了？我住了20多年了，老家是我们临夏东乡族。东乡族是什么族？我第一次听说。东乡族是语言跟咱们的语言不是不通的，我就说一个，就是俺那我亲斯高诺。怎么说？俺那我亲。俺那我亲斯高诺。斯高诺，嗯，啊，我亲斯高诺，哎，对，这个话就是这个女孩特别漂亮，谢谢，啊，我亲斯高诺，对，谢谢高婶，啊，我亲斯高诺，好，谢谢，拜拜，Go，赶紧 Go， 啊，我亲斯高诺，啊，我亲斯高诺，那我要怎么回应？我也没有学你好帅这个，我满脑子都在想我们要迟到的事，不能。时间来得及。出来了，你看这有个咻咻鸡。咻咻鸡，还有咻咻牛。我刚刚要是带了有一个头巾，就可以去给牛挤奶了。咻咻牛。你昨儿睡得咋样啊？挺好的，这几天。这还真有苹果，哦，看都掉下来了，真的有道路。哎呀，拿底下的。我摘这么低的，就你了。嘿，这个红，这颗红，那颗淡一点。对，颜色淡，我们摘红的吧。来。哎呀，又掉了！买一送一，这可好哎！大哇！我拿这几个吧。这个，哟，能吃啊？喝水了。真的。又甜又水的，好好吃呢。你们多采点给他们吃呀。我怎么办呢？我没带大兜子。哦，有篮子，有篮子。哦。嘿嘿，可以带一筐了。哎，你在这儿能拎着吗？你有身高半米。哎呀，太棒了！哎呦，里面还有瓢虫呢。哎呀，瓢虫之家，仨呢。这个辛苦摘下来的，不要了吧？放在这儿让它施肥吧。施肥。哎，这是刚才掉的。
啊，这个坏是也是坏了的。施肥吧，施肥吧。行了，行了，行了，拍个照，拍个照。还挺好看。